今天是严复总统六四敬酒的华诞，严复总统仍然像平常一样一早就到达了总统府办公室处理各种公事，并没有举行任何的庆祝仪式。同时严复总统也婉谢了亲友们要为他举行祝寿的活动。今天上午有一部分的政府首长曾经抽空到严复总统的办公室去当面向他祝贺生日快乐，不过他今天上午大部分的时间仍然是在批阅公文。